哎，终于下车，够熏死我了。这车上有谁带的榴莲？这个味儿啊！我刚上公交车的时候，前边吧空调吹的太冷，我就上后边去。后边这股榴莲味儿，这个臭啊！我到那个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这儿来打那个新冠疫苗第二针来了。好，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个海南解放军总医院啊，又叫301医院。这一道坐公交车来的。到了，医院到了。到了301医院，我上次来过一次了，所以这次我知道在哪儿进，就不用进大厅里边问服务员人员了，在这边拐过去。这医院可大了，解放军医院里边设施也好。后边那个两个出租车司机吵架，还在吵。哎，是不是这？我怎么忘了？好像是这，一个也没有。是这，接种入疫苗入口。没推开门，可能是中午休息。现在12点了，来的不是时候了。中午休息啊，休息。那个门里有几个打扫卫生的，说中午休息了。本地人说话有口音，我问几点上班，他也没听明白。可能是1点钟。我上里边溜达溜达吧，看医院里边大堂里可能也有食堂啥的，转一转。我上次来过一次，所以对这儿还算不陌生。都是军医呀。这边是外国的医学人士，这边是古代中国的，还有华佗、张仲景、扁鹊。上次来没仔细看，中午都休息。我来的这真不是时候，我刚才一问是2点钟上班，我以为1点再等一会儿就行了，这还有一个多小时呢。这早上要不就起早来，要不就下午来，就赶这个点儿，正好中间中午休息时候。哎呀，找个地方凉快凉快。
这块挺好，挺凉快，搁这坐会儿，坐会儿看看，上哪溜达溜达去？等一个多小时呢，还太热，也不愿意走了。下午快四点了，赶紧去打了，打完针还得观察半小时才能走。看个时间期，填完表了。在这排队等。哎呀，你刚好卡针。哎。刚好今天可以打针。今天可以打啊。嗯。扎完了，在这观察半小时。今天人还不少。哎，又犯浑了，犯糊涂了。刚才不知道把谁半瓶水让我喝了。在那打针，我搁那个家具店出来，那小姑娘给我一瓶水，说路上喝。我喝了几口在车上，下车刚才到这医院里边，我呜呜喳喳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刚才我说把这手里水拿出来喝点吧，都喝净了算了，瓶子剩小半瓶，我还寻思我说我觉得没喝几口怎么剩半瓶，我就咕嘟咕嘟都喝了。喝完把瓶子扔完了，一瞅嘎吱窝里还夹的才是我的水，哎呦我去吧，这想吐似的，你说怎么把别人水给喝了，这混不混吧。哦，刚才把我这半瓶，我就漱漱嘴，又都扔了。真岁数大，老糊涂了。现在搁外边防不胜防，口罩都戴了，误把别人水拿上喝了。那个人还得寻思我这水咋没了。观察半小时，上边有个莲雾树，这莲雾都长得巴巴来来的，还没有我们小区里那棵树结的大呢。哎，这溜达溜达走吧，这卡俩眼镜多烦人，不卡不行，这花镜离不了了。我这么戴眼镜，上回小鳗鱼说，阿姨你把眼镜卡上不行吗？你非得那样看真难受。我说这不，我不是特意这样的，因为这样不瞅近地方，瞅远处，不这样戴的话看不清，看近处的时候得这样。但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想的，看那些年龄大人戴花镜，这回自己老了才知道，这瞅远处的时候就得这样。已经打完了，观察半小时，没什么感觉就可以走了。糊涂，毛巾又扔哪儿去？找不着了。这些摸底呢，在这。兄弟啊，说到这里，他一没没保险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惹上大麻烦。连气都难以喘息的他，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。喝个椰子，回来走热了，这喝的椰子。